场，当时农场等一下会有一点活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让我们这个农家之间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张氏农场，非常开心来到那个新竹这边哦。那我们今天呢有带来的是那个我们农场的白莲茶，还有我们咖啡，还有我们的黑芝麻饼、黑芝麻粉这样子哦，带来给大家来品尝啊哦。那这边有一些铜腕啊，那大家也可以来玩玩看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下午还有很特别的黑芝麻泡泡箱哦，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芝麻呢跟玉米来做这个那个泡泡箱，然后等一下呢也有石农教育，然后我们的新式呢是白莲雾的故乡哦，所以呢我们有出产这个非常特的白莲雾茶，这、就是茶包的，那你也可以冷泡，然后泡成冷泡茶这样子。对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呢，都可以来这边试喝看看啊哦。那如果有喜欢的，今天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话，都可以带哦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有试喝的，等下又有免费活动哦。请你呢，好来，我们做做生意要怎么来？赶快。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，这个黑芝麻，然后还有咖啡，还有白莲雾茶啊，东西非常的多哦。好的。